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r. David， 我是 Creature Comforts 的兽医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猫猫狗狗的问题，就今天可以问我。如果就是这排很热气的猫猫加上 Emma， Dr. David，我想问呢，人类譬如热气的时候就会口臭啊、爆疮啦、啊。咁如果猫猫狗狗热气的时候会不会爆疮嘅咧？咁我都有同翻我啲中医的同事倾，狗同猫都可以有热气，但系最主要皮肤或者肠胃影响嘅。咁就食咗比较重味嘅干粮啊，咁都发现佢啲皮肤成日不断咁起嘅。咁食极啲药都食唔好。咁呢方面呢，我哋都会尝试吓，会唔会转干粮啦，或者转湿粮？或者甚至乎咧，係轉直情係唔食乾糧嗰類，就食翻自己煮，或者 even 有啲客就會變咗係食啲生嘅食物嘅，都見過幾單係會有好轉咯。咁大便咧比較乾身，會唔會關熱氣事啊？都會嘅。咁其實 off topic 少少啦。咁我而家有個女女啦，咁其實佢啲便便都成日都好硬嘅，咁我哋就盡量都喂佢飲多啲水。其實我都有留意過咧，佢啲便便都比較流啲嘅，因為好多狗甚至乎係貓咧，其實係好少飲水嘅。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揾辦法去 encourage 佢飲多啲水咧，咁可能個便便或者佢個身體 overall 咧都會係有幫助。哇！原來你湊人類 B B 同埋狗 B B 都一樣咁叻嘅。狗就 OK 嘅，人就我太太叻啲。咁貓狗咧就唔會生飛枝啦，咁佢哋會生痔瘡嘅咧。有時見到佢哋便便嘅時候咧，好似攬埋口面咁樣。痔瘡就少嘅，應該佢因為佢啲便便太過硬啦，或者太過大狗啦，咁其實係都可以有便秘嘅情況啦。佢個大腸咧都會可能少少彈出嚟或者凸出嚟，咁你見到咧有少少粉紅色咧，就是、因為呢樣嘢嘅。有時係可以嚴重到會出血同埋損埋個腸膜，咁惡都有嘅，所以呢個要小心啲。最好呢啲情況咧，就係、是、可能食翻要轉啲量，令到佢啲便便淋啲啦，多啲纖維啊，或者係多啲水啊，或者even轉翻罐頭糧啊，咁就可以避免佢便便咁硬咯，咁就會屙得暢順啲同埋舒服啲嘅。醫生嗱，你有冇遇過啲貓狗咧係唔飲水？咁如果佢食蔬果，咁又有冇用咧？狗咧就食菜啊，有多啲纖維嘅 vegetable 會好啲咯，例如南瓜啊、sweet potato 啊、菜心啊、芥蘭嗰啲，如果佢肯食嘅都冇問題嘅。貓咧就懶好多，因為佢哋係食肉嘅動物嚟，但係佢哋肯唔肯食就另外一件事啦。個貓咧就係、是、要揾啲唔同嘅辦法去灌佢飲，或者 encourage 佢飲水。那個兜水係坐咗喺度成日嘅咧，若你貓係會唔飲嘅，所以你要 encourage 翻有啲流動嘅水就會好啲。有冇遇過啲比較嚴重嘅 case， 要貓狗唔飲水咯？唔飲水嘅就可以令到佢有其他問題嘅，例如最主要就係腎衰竭腎病啊，所以其實飲水係好重要嘅。但係有啲貓，如果佢可以飲多啲水，或者狗仔食多啲菜，咁都少啲機會便秘。佢便秘就可以嚴重到咧，係佢屙唔到，成個腸都焗滿曬便便，係嚴重到佢要入醫院，要隻動物鎮定同佢通，其實係可以好嚴重嘅。因為尤其是貓係有一個便秘個病叫做 megacolon， 咁個大腸就大咗，咁呢個都要留意翻。